天威集团的大股东。嗯，你是在喊明星？看来郑翔跟他阿伯跟你讲吼，郑翔已经将伊手头的股份拢转给我。我都想叫郑翔这么爱我。你别再骗啊！蔡正祥是什么款的人？我敢也不了解。一定是你有什么代志甲威胁，伊才会把所有的股份拢转给你。Jessica， 你到底想要创啥？真简单啊，就将你为总裁位置诱来，我走啊！哇，我蒙女神变做一个霸道总裁，你无感觉安尼听起来就励志的吗？你打算讲你手头遐个股份，都我都搞起来是？另外一个人当然是我多啊，要唔过团结就是力量。曾董事还有其他的股东拢会来听我。等你啊，下等站起来的时阵哦，才来跟我呛声啦，哈！你今麦是咧创啥？我就来遮。哦，原来你走来遮。都我大细声，无怪我哼落鼻了。吼，你足臭，迄个臭味哦！你敢唔紧转去吼？搁较大声一个，较大声一个，较大声一个，较大声一个。放手啦！放手啊！放手啊！够简单。啊！我的巴肚，啊，就这样。公公，我的爸爸无去啊！别个只，你免骗人啊！你的巴肚本来就是空空，无宝宝啊，早就无去啊！莫在我甲阮骗啦，哼，我看得出来。你莫听我黑白讲哦，明明就是你甲我塞巴肚，伤害着我的宝宝，你即马讲你就伤我的宝宝。如果话，恁两个啊，既然伫遐见树不救，那那样拢是共犯啦。到时阵我的宝宝有啥物三长两短哦，我绝对袂帮恁煞。好，你是有够如嘞，可你讲你无囡仔就无囡仔，你巴肚就空空啦。我会好好做人，我做你上骄傲的好事哦。好，那日你为即摆开始，连我花欢喜忏悔赎罪。我相信阿伯仔真紧就会通搁见面啦。咱真个就通见面，咱做伙仔，继续做伙仔，继续做伙仔。好啦，好啦，莫搁哭啦。啊！不要哭。在生理场，有时真，有时假。只要会当掌握人生，我就把赢到最后，荣耀。